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Just in time.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哦，哎，听听听，是谁的声音？猜猜猜，是谁的声音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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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听听听，是谁的声音？猜猜猜，是谁的声音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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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哒哒噜啦！嗨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！哒哒你好，噜啦你好啊！哎，哒哒，现在又到了我们做游戏的时间了。你来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又要听什么好听的声音啊？嘿，露露，别着急呀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就保持安静，竖起小耳朵，仔细听吧。这是谁的叫声呢？小朋友们，仔细听。喜欢喵喵叫的是小猫咪。真聪明，就是小猫咪。哈哈，朋友们，跟露拉一起把小猫咪变出来吧。我们一起说。哒哒噜啦，哈哈，小猫喵喵的叫声真可爱，喵喵喵喵，哈哈，噜啦变成小花猫了，小朋友们跟噜啦一起学小猫咪吧，喵喵。喵喵，哈哈，真好玩！哈哈，露露，现在我们再来听一个好听的声音吧。这是谁的声音啊？小朋友们，快来猜一猜！我们再来听一次。喜欢汪汪汪汪汪汪，喜欢这样叫的是小狗。小朋友们真聪明，就是小狗。大家跟我一起把小狗变出来吧，跟我一起说哒哒噜啦。小狗小狗别淘气，我们一起做游戏。汪汪汪汪汪汪，哈，太好玩了。大大，我们还有什么好听的声音呢？仔细听哦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要仔细听哦，这是谁在叫呢？我知道了，喜欢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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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叫的是小鸡，是小鸡，太棒了，就是小鸡。小朋友们跟露拉一起把小鸡变出来吧，哒哒露拉。小鸡可真可爱，叽叽叽叽叽叽，小鸡叽叽叽叽叽叽，哈哈，真好玩。
大大今天给我们听了这么多好听的声音，小朋友们是不是应该跟大大说声谢谢呀？来，我们一起跟大大说，谢谢大大。不客气，那你们还记得今天都听到哪些好听的声音呢？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大声地把它说出来吧。听听听，是谁的声音？猜猜猜，是谁的声音？小猫的声音。是小狗。是小鸡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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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答对了，答对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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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答对了，答对了。嗯，今天游戏真好玩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哒哒噜啦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. 十.